打开机器啊，设置啊，设置以后打开 WiFi 啊，打开连接网络啊，连接它的网络以后，这个退出来啊。打开它的软件，哦，出来了，那连接到它就出来以后，啊，这里要一定要选择3D224啊，这里3D224以后打开这里，啊，视频，啊，按允许，啊，你相册里面的视频你就可以了。你想导哪一个就可以了啊，先找一个15秒的这个 OK 啊，你完成啊，他就把这个传上去啊，慢慢走过去就传上去就 OK 了啊，啊，在传视频的时候这里是画面是不显示的啊，这条走完啊就传上去了啊。